哎，谢谢。刚才啊，啊，郭德纲、于谦是，人家一上台，又打雷，又打闪啊，到我们哥俩这晴天了。晴天还不好吗？其实没事儿，我们都很习惯这种事情了。欢乐满大厅啊，演员显其能哦，来到德云社，我叫杨进明，可以鼓掌了。哎，一套一套的，感谢大家稀稀拉拉的掌声，谢谢。得，掌声再热烈一点更好了。楼上的，行，哎，这是没开灯，这就一层，没有二楼了。您可能来的少，后边的，哎，后边行。人都来了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啊，今天鼓掌的打牌把把胡，不鼓掌把把点炮，就是大家在一起打牌啊。尊敬的各位领导，啊，各位来宾，各位贵宾，各位嘉宾，各位外宾，各位先生，各位女士，在座的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这个老艺术家就是不一样，往这一站呢，啊，大家就报以热烈的掌声。那不是您要的掌声吗？证明在座的朋友认识我啊。电视里头啊看过我的录像，是电台里听过我的广播啊。今天在北展，您算见着活的了。好，就还给自己说死了，您这是说死了。见着本人了啊！首先自我介绍一下，你介绍吧。我是新加入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杨进明。这就说两遍了。再着重的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。介绍我啊，姓侯啊，叫侯震啊。嘿，不，这个虽然我比您年纪小啊，啊，但是您这么介绍不合适。怎么了？不能走小辙呀。啊，姓侯。啊，姓侯。对，不是猴，猴在隔壁呢。怨我啊。姓侯，是侯震。对啊，啊，谢谢谢谢。他小时候啊不记事儿。哦，小时候谁都不记事儿。二十几岁啊就记事儿了。我二十几岁我才记事儿。他爸爸在叫跟前啊，宝贝儿，出去，人家问你姓什么啊，你就说我姓侯。二十多岁才告诉我。当时啊你满心的不乐意。我还不乐意。哎，埋了埋开，窝了窝囊，一咬牙，一跺脚啊，哎，姓侯姓侯吧。我就这么大气性。你姓侯？姓侯啊。坚决姓侯？那坚决姓侯。永远姓侯？永远姓侯。你要姓侯呢？不是东西啊。不是这不能绕的人 啊，我就得姓侯。侯震，哎，啊，相声世家，可以这么说。要提他爷爷啊，过去是相声老艺术家侯宝林侯先生，哎，是。再说他的三叔啊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侯先生，是。也是我的师父啊，我跟德纲我们俩是同门的师兄弟，就是您老了一点。他们那个相声世家，相声可以说是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。那就什么都不是了，您说这个。那应该是你这非物质文化遗产啊，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对，是吧。今天呢是我德纲师弟跟我师父拜师15周年啊，为了纪念我师父呢，搞了这么一场演出。对，来了这么多的朋友，来了这么多的观众啊，大家还得花钱买票，谁都得花钱买票，这就不够朋友啊。来就来吧，看看相声花什么钱啊，买什么票，等会儿下场去找郭德纲去啊。就说朋友们来捧场啊，首先非常的感谢。是啊，我给代表我郭德纲向在座的朋友表示一个美好的祝愿。您怎么表示啊？祝愿大家一帆风顺，啊，二龙腾飞，三阳开泰，四季发财，五福捧寿，六六大顺，七星高照，
八方来财，九九归一，十全十美。还好还好，不错不错。那个十一呢？来来，国庆快乐。说这人多缺德啊！说怎么了？他后边来个十一，往下说呀。这亏是有这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，往下说呗。今天啊，啊，朋友们来确实非常的热情。那当然了。主要捧谁呢？啊，捧郭德纲。那是。哎，德纲于谦是吧？咱们就是小菜儿，咱们这给垫个场，垫场，让他们休息休息。是。但不过呢，我也责无旁贷啊，因为我也是侯耀文先生的徒弟啊。观众既然来了。我给大家这么唱一段祝愿歌，怎么着？这身体不好？祝愿歌，祝愿歌，您这身体不好，自己祝愿就别告诉别人了。您这祝哪个愿呢？不是您祝愿歌，愿望的愿，啊，愿望的愿。今天来的观众朋友们，老年人、小朋友、年轻的小伙子、年轻的姑娘啊、哦，我给大家带一个美好的祝愿。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你要众筹来呢，你这。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啊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行，希望大家跟着我的节奏，好不好？啊，听一听，听一听。在这个愉快相声晚会上，我和在座的朋友欢聚一堂，愿大家驱散往日的忧愁，忘掉过去，奔向前方。祝愿老年人阖家欢乐，心情舒畅，福寿安康。祝愿小朋友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成绩优良。祝愿在座的小伙子越长越帅，美丽的姑娘越长越漂亮。祝愿美丽的姑娘找到个好小伙子，祝愿那小伙子呀找到个称心的姑娘。愿你们甜甜蜜蜜，亲亲我我，白头到老，地久天长。当你们幸福时刻，可不要把我忘啊，因为我现在还没娶二房。娶不了了，娶不了了，知道吗？二胎是开放了，你可以想想办法。开放这岁数也不行，是吗？哎，就是给，主要是那你惦记二房，你这是不是？主要是给大家呀带来一个美好的祝愿。确实好，确实好。哎，相声演员四门功课啊，说学逗唱。对，唱的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这一门艺术。但是您唱的这个老点了啊，老点老点，太老了。然后这现在在学嘛，你得有新的。你现在比如说相声演员啊啊，光是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不行了。这四门还不够吗？二十一世纪啊，跟世界接轨，对，必须要掌握一门外语。哦，那这是很重要。不懂外语，出国见着外国人啊，就容易惹起那个麻烦，有误会是吧？哎，前些年我去趟泰国，干嘛去了？因为不懂这外语，玩去了。啊，玩不是旅游嘛？不是看病去了哈？看，就说在咱们中国啊，见面打招呼叫什么？打招呼就你好，叫你好啊。在泰国人家你好可不叫你好，叫什么呀？叫萨瓦迪卡。哦，这我听过。萨瓦迪卡也是你好的意思。萨瓦迪卡嘛，这哎，萨瓦迪卡、嗯、在咱们中国呀称先生啊女士啊小姐，在泰国人家先生不叫先生，叫什么呀？叫屁。先生叫屁，语言逻辑也不一样啊。在咱们中国跟您一称呼侯先生，对，在泰国不跟您叫侯先生，叫什么呀？先生啊，放在前面，姓氏放在后面。哦，这是倒装，这我明白。跟您一称呼啊，叫屁侯。到我这儿就屁侯了。屁侯。哦，那您这杨先生呢？屁杨啊。王先生。屁王。李先生。骨屁股。啊，屁股有。你想想，说错了，李先生的屁里啊。啊。恨眼、啊、姓古呢，他叫屁股，他叫屁股，哎、啊、所以说从国外回来啊，我把外文加强了学习。你这也不怎么样。把外文大致分为两种。哪两种？古代文和近代文。古代文包括希腊、拉丁、希伯来文、梵文这么四种。近代文包括德文、英文、日文、法文啊。为验证我学习成果，走遍了世界很多的国家。您都去过哪儿啊？英国啊。英国去过。英国我去过啊。英国去过伦敦。愣蹲得蹲死，愣啊，愣蹲就蹲死了。蹲死干嘛？那叫伦敦。伦敦，哎，轮着蹲。
不是轮着蹲，人就叫伦敦。对，叫伦敦。我也去过伦敦。伦敦，法国，啊、法国我去过，法国去过巴勒、啊，多大巴勒？那个，就那么大的巴，没听说过。巴黎，巴黎啊，巴勒差不多，差多了，就是巴黎。美国我去过啊，美国去过纽腰啊，对，还不扭死你呢。扭死干嘛呀？扭腰像话吗？对啊，纽约，啊，嘴还得撅起来。纽约，对了，纽约。所以从国外回来 啊，我这个外语有很大的进步。中文你可不会说了。伦敦语啊，伦敦语我说得好，是吗？哎、知道这个叫什么吗？这个话筒啊，中国人叫话筒、啊，外国人不叫话筒，外国人叫什么？外国人叫 microphone。您这也不怎么样。microphone 钢笔、啊，钢笔叫 pen。铅笔叫 pencil， 书叫 book， 后边加 s， 很多的书叫 books， 还是一十万、二十兔、三十岁、四十富，二人分手 goodbye， 见面问好 how do do。您这都跟儿歌一样啊！来是 come， 去是 go， 是点头 yes， 摇头 no。哦哦，刚才讲这单词，对吧？你可能对我有抱以怀疑的态度。我不是抱以，就是怀疑，就是啊，是我刚才讲的单词，你懂外语吗？我不懂外语啊。你不懂不就好办了吗？那不，你打算骗我是怎么着？我骗你干嘛呀、嗯、你要不懂呢我给你讲的深一点。哦。啊，你要懂我给你讲的浅一点。我不懂，您讲讲吧、哎。刚才你说我说的都单词。对啊。但我蒙了你，我蒙不了在座的朋友啊。是吗？在座的朋友们，对吧，也可能有英语老师啊、嗯、大学教授，哦，大学生，您都会外语啊。那都得会。是吧，这样我当着这个父老乡亲的面啊。我是说一套完整的外国话，啊，就不蹦刚才那词儿了，正经说话。完整的外国话是吗？让大家给我一个鉴定，就看你会不会说，就看我会不会说这个啊、哦伦敦语。行啊，伦敦语 就说英语就行啊，就英语还伦敦语，哎、啊，就英语啊，就英语、啊。我说一个什么呢？说一个，哎，北京的早晨，北京早晨可挺冷的，那、啊、挺冷的干嘛？啊，就说北京的早晨。是，哎，伦敦语可以，好不好？啊啊！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北京的早晨啊，来吧，咱听，嗯，听这个我发音，主要是发音。是，啊、各位听啊、嗯，反正我也不懂，你们要听、哎、听出来，赶紧告诉我啊。谁要听得出来，大家给我鼓掌，鼓励鼓励，好不好？啊。你听怎么样？什么事？不是还没说呢？英国人说话之前先张口嘴是吗？对。弱子动作不忙呢，还是听我把我发的。我的每天比我差多，让你就不爱。不然很忙的，端的肉，拿的冰的汗，我买的冰，我买的茶，上我们俩裤子，全破了烂。你看，行啊，这真是哈、啊，啊，真是啊。什么这是？我是什么呀？不是北京早晨吗？我北京早晨，我说的什么呀？不是，我说的是中国话啊，外国味儿，是吗？对。一句一句给您解释解释啊，你说您就明白了。我听听，一句一句来啊。第一句啊，注意听 啊，口型，主要的口型啊啊。弱子动作不忙呢，这不是英国话吗？没听出来，不是那个古猫你啊？没，不是。第一句 啊，注意听啊，口型啊，弱子动作不忙呢。这玩意儿要能看口型能看出来，我早就会了。我这样，我慢点说 啊，慢点说。弱子动作不忙呢，再慢点。弱子动作不忙呢，这不行，不你还得慢。要是同志您不忙呢，不是这是翻译过来的，哎呀，翻译。要是同志您不忙呢，就直接这么说呀。啊、第二句啊，还听我把话，这什么意思？还听我把话，还是听我把话发呀？还是听我把话发。哎，哦，我的每天比你差度。哎，不是，我的每天比你差度。什么？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。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。哎，烧饼油条摆。哦，这好像是烧饼油条摆这我。哎，服务员的很忙的。这怎么回事？服务员是很忙的。哦。端着肉，拿着冰在喊。啊。端着豆腐，拿着饼在喊。喊谁买的饼？谁买的饼？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子，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子，啊、吃完盘碗都拿去，就连起来这几句话，加点外国味儿，说快一点，跟外国话是一模一样，是吗？
钥匙都是不忙的，还是听我爸爸话，我每天没有擦肚子，比较歪，不然很忙的，端着肚子拿着冰的汗，我会买的冰，买的啥上面来过，全部都拿去。这还。你别说，这还确实是北京的早晨，这必须得学，得吃早点呀，得、哎。外国人说话主要是口型，是吧？哎，掌握外国人那个规律。但是啊，我这人呢、啊，最拿手就是外国歌曲。哦，合着说那外语就是瞎掰，能唱外国歌？哎、外国歌曲我可不蒙事。那你要真能唱外国歌，也是本事。纯正的啊！真价，今天我给大家在座朋友演唱一首印度歌曲。啊，这行好啊！啊，好唱吧。过去大家可能看过一部电视电影啊，叫《大篷车》。嚯！大篷车前面有一个这个主题曲啊，这大篷车好不好？啊、这大篷车。今天我给大家卖卖力气唱这段《大篷车》，怎么样？这个稍微这个年轻一点的都没听过，我跟你说。不过这样啊，啊，这个印度歌曲呢是载歌载舞，载歌载舞。您呢给我帮忙。我帮什么忙？我不会说印度话，我也不会唱印度歌。你会开车吗？开车会。我听说你有本儿。我专职就是开车的。就是这说相声业余，大家都知道啊。这样，你呀、啊、给我来那个开车那动作。我在这儿，我大篷车那开车那动作。你合着你唱这歌还差我一司机，配衬一下嘛，是吧？显着热闹，是吧？这个不用吃咖喱吧？咖喱，我受不了印度咖喱的味儿，我跟你说，对不对啊？来这大篷车，不是就是您在这儿唱歌啊，我在这儿开车，对呀、啊，我往哪儿开啊？往哪儿开干嘛？你就配衬一下就行了，就按您那似的，好吧？我就跟耍叉似的，我这、啊、什么叫耍叉呀？啊，我看看嗓子带了没带了啊？前面有一个高腔，还有一高腔，我还得开车，他有一高腔，嘿，那这好驴啊。行，这驴不错，这什么叫驴不错？好家伙，吓我一跳！我驴嗓子是吧？那可差不多了，您这是那高音儿，就为了这哎高音啊！别忘了汽车的配汽车那个动作，不是我就来开车就行了，开车，就好吧？您在这儿唱啊，来啊，预备啊啊！嘿嘿嘿嘿啦啦啦嘟嘟嘟嘟嘟，哦哦哦啦啦啦嘟嘟嘟嘟嘟，嘿嘿嘿啦啦啦嘟嘟嘟嘟嘟。滴滴，啊红色的马甲，啊红色的马甲，啊红色的马甲嘿，啊蒙恰的蒙恰的蒙恰，啊蒙恰的蒙恰的蒙恰，啊达嘞啊达嘞，啊红色的马甲嘞，啊滴滴滴滴，啊滴滴滴，那滴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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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